刘莹莹。来一句吧。有时候想每天都看见你，一天都不想等，但以后你会明白，真正好的一周看一次也值得等。明白的，天天看不好笑话吧？明白就好。小孩子才在乎数量，成年人看重质量。钻石独步剧场，每个周三、周四晚10点，《古剑奇谭》。